台湾方面一个小动作，根本改变不了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格局，我相信也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。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？您对明年中美关系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石和重要的政治基础。我们当然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扰。